妈妈，这个算盘子肯定是最好吃的，因为是我亲手做的。好啊，以后你负责做算盘子好吗？没问题。乖。每次回家过年，我最期待吃妈妈煮的算盘子，里面充满着回忆，也充满着家的味道。Boy， 快点叫你的超人来帮爹地一下。OK， 马上来。超人来了。妈，我来帮你。还要塞很久。妈，过来了耶。喂，你们到了？妈，这里很塞车，我们还需要两个小时才会到家。你们先吃啦，不用等我们了。哦，不用，不用等你们吃团圆饭啊。喂，回来啦。来来来来，吃团圆饭啦。爹地，算盘子还有很多，你刚才还怕被姑姑吃完。我们当然等你们来才吃，少一个人了就不叫团圆饭了。爸，你看这样子叫才好看啦。嗯，妈，还是你煮的算盘子最好吃。不是说好以后由你来煮算盘子的吗？EcoWorld 新交流报，恭祝大家新年快乐，万事如意。